陈宇威1994年出生于河北邯郸，2012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就读。因为超高的颜值和170的姣好身材，他很快就得以签约光线传媒。2013年还在念大二的陈宇威就凭借电影《巴拉巴拉小魔仙》出道，并在其中饰演女一号魔仙小兰。第二年电影上映后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陈宇威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，人气也越来越高。和其他一炮而红的女演员不同的是，当陈宇威满心欢喜的开通微博吸粉，却始终只有数万的粉丝。以走红的标准来看，远远不及格的陈宇威在微博介绍中，他前写代表作《巴拉巴拉小魔仙》《小魔仙二》，可此后却再也没能主演更多的作品。起点颇高，自身条件又非常不错的陈宇威，应该片源不断才对。可如今面临无戏可拍的他，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又话说回来，94年出生的女演员，无论什么标准来看，都还算是非常年轻。她还有很多的机会和潜力，也希望能在今后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。